早安，今天我们要去伯利森和舍伦班。现在我先去拿车，因为住这个酒店附近没有地方停车。我的车停在附近，24小时10块马币。这里是早上的市场。哇，早上这么多人在卖东西哦。我的车就停在前面，来转左。我的车就停在这里，看到吗？10块钱 per entry， 24小时里面10块马币，就是靠近这个地铁站这里。这是出名的咖啡店，这里平时要排队的。今天是星期一，所以没有什么人。我们不在这里吃，因为我们要去 ICC 普渡吃早餐。谁来自省街的话，可以来这里吃，这里是不错的。但是我吃过很多次了的，所以不来了。我的车就停在这里里面。所以如果谁来市场街住酒店没有地方停车，可以来这边停哦，10块钱而已。但是他们不收现金哦，全部用卡，他全够。这个停车位很大。我现在开车去酒店那里接妈咪、弟弟和水哥，所以不用拿着那个拉给这么辛苦。看到吧，有人停进来了。这里就是 per entry 10块，24小时里面，过了24小时再加多10块。OK， 我要去酒店那边接妈咪他们了。到喽，我接他们。刚才我确认了，那个停车是10块钱，没问题。现在我们要去 ICC 布路那边吃早餐。 ICC 布路很多美食啊，但是星期一好像是比较多店口没有开。我们到了 ICC 布路，车停在这里，5块钱，5块马币。如果停在外面就不用钱，但是外面找不到停车位，但是外面会被捉的。这里就是 ICC 布路，今天星期一好像没有什么人耶， ICC 不渡没什么人了。 ICC 不渡今天我上去二楼看一下，里面没有开，都不知道没有什么人。上二楼看一下，二楼已经没有了， close for renovation， 在装修楼里面。没办法，我们要下回去一楼。说、so, 星期一尽量不要来 ICC 布渡啊，很多档口没有开，很多档口没有开啊，星期一。开星期一，所有的档口在 ICC 布路是没有开的。休息，这里还有点心而已。他员工了，他说里面是休息星期一的，所以星期一不要来 ICC 布路啊。这里没有开的，但是家家乐茶室有开，我们就吃这一档吧。
有一头饭。最后我们决定要吃这个牛肉面。哎，给水哥去叫了，等下叫错麻烦。三杯水八块，对，这是吉隆坡的价钱哦，八块钱。那边十块钱，吉隆坡的价钱。几多？十二。十二啊？二块，你真的是吉隆坡的价钱哦！开玩笑啊，吃了两天要回锅里面了。十二块，好贵哦！50块啊，来两盘面，三杯水啊，就差不多没有了哦。跟他 order 米粉，他来面，真的是惨，没办法，因为里面没有开啊，这里满满的哦，外面这档。二楼已经关掉了哦，现在for renovation。berapa？ 26 ringgit hari。2 ringgit 60 sen。yeah。 嘿嘿。大家先拜先，再到等下。2 ringgit 60 sen。这牛肉面一碗13块。这里真的是吉隆坡的价钱了。就是这一家。这牛肉很多，这里牛肉很多。最近牛肉很贵啊，3块还 OK 的，牛肉很多。我这个12块不值得啊，可以吃鸡肉不好吃。就是这一家，麻麻的啊，下面浇米粉就来面，又搞错。吃了几口，它的牛肉很软，好吃好吃，不错，这个牛肉面好吃。板面咖喱面不好吃啊，吃到呱呱叫。100块剩下44块。对，这里总共56块。来，我吃一个。它难为什么？这么难吃哦，我试看。我们说这家里面很难吃哎。这个真是 no good 啊！这牛肉面不错，好吃好吃。这家里面就不能了，哎呦！其实今天星期一，我已经知道是 ICC 不露里面很多没有开了的，我就是要来切这里，现在已经切这里了，星期一要来啊，这里没有东西吃，就是 Monday close。这板面也不错，板面。板面就在家里面隔壁。吃饱了，吃饱了。现在我们要去圣米兰州的 Port Dickson， 这里停车5块钱，停不到一个小时。所以比起昨晚上我停了10块钱，整个晚上，那里就很值得了。现在叫水哥开车，我才可以拍视频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离开吉隆坡了，要去 Port Dickson。我们要离开 ICC 步路了。这一次我们去 ICC 步路吃，感觉到那里的食物涨价，涨得很厉害哦。吉隆坡的路越做越美哦。这里去 Port Dickson 要差不多59个 kilometer。现在我们要上高速去圣美兰州。
作业没啊。不用讲了，肯定特别好，做了几十年都在收钱，沙弥微路做到现在啊，沙弥微路都不在了，都还在啊。马来西亚的豆啊做得很好咯，收钱厉害，最棒。 OK， 我们上了高速，现在往着沙勒曼的方向走去，就是这条高速是直直走走完是去爪哇巴路，可以去新加坡的，去爪哇巴路311km。看到地铁吗？哦，一辆火车，这是 MRT 来的。前面还有一个地铁站。OK， 我们上高速了，慢慢享受。上来的车那么多，但是马六甲也是可以上来这里，吉隆坡。马六甲上来的车，北部上来，南部上来的车那么多。我们出高速了。来到圣美兰州了，现在往着波利森的路要去海边。波利森是圣美兰州的一个海边，很美的。出了高速之后还有32公里，28分钟才会到波利森，就往这个方向过去。圣美兰州很久没有来了，现在我们要去博德森海边，还要上海高速哦，另外一条高速，又要给钱哦。迪士尼、迪士尼什么猫都，哎呀，马来西亚要快就是要给钱。我们又进了另外一条高速。这条高速公路是直直去到波迪森，波迪森还要31公里。这条高速一路上没有东西好看，你看这条路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油棕吧。要到波迪森了，斯拉曼达当格波迪森。Pantai Peranginan。
很久没有来了，我忘记了我这里。脑袋里面空空，对这里完全没有一点概念。宝林山这里有多少个海边我也不懂，所以先找看。波特森是一个城市，小城市，所以它有很多个海边。快到海边了，这个海边是波特森最美的其中一个海边，给我的感觉就跟班代美的嘎没有两样啊。班代美的嘎的印象跑出来了，全部没有忘记摇手臂哦，快点摇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手臂每一天八点12点就可以摇，可以拿 point。 他们摇完就到我摇了，等一下。哇，拿到18 point 啊。我们停车下来摇完了那手臂，现在进去里面看一下。去海边，已经到了 Bodyson 其中一个海边。今天是星期一，我们到了德洛根棒。根棒。根棒。棒 ，MANG。哦，根棒。到新加坡车，这里有 KFC， 跟 Mang Fried Chicken， 不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啊，这就是 Bodyson 了的海边 ，The Lock 跟 Mang， 我们把车停下来啊，看到吗 ？The Lock 跟 Mang， 一件衣服才10块钱，那么便宜啊！我们来到了 The Lock 跟 Mang， 哇，这么多鸟！鸟神来了！哎呦！好晒，好晒啊！这里，哇，这里好多船。好晒啊，眼睛都不能开哦。太晒了，晒到眼睛都不能开啊。他的厕所也是很美啊。上厕所5毛钱。这里上厕所5毛，如果要洗澡1块钱。海边呢，就和槟城没有两样。这样的海边，槟城到处都是。所以今天我来 Bodyson 是来看看一下，太久没有来了，太晒太热了。现在去玩水的话，肯定晒到黑到完整个人，太晒了，眼睛都不能开啊！我也服了那些人哦，可以坐在太阳下那边，坐在那边钓鱼啊什么？这么晒哦，坐在那边真的是一级棒啊！我们只藏在树下吧，都不敢行下去哦。用我手机 zoom 就好了，手机 zoom 了差不多一样，很轻，没事。看这个人在游泳，海水是不错啊，不会很肮脏。这里很多白鸽哦，
丽胜的海边就是这样。现在我来试一下这里 iPhone 15 Pro Max 的功能哦，看到吗？一直给 zoom， 所以我一直放大放大，现在放到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，现在放到15了，不能了，这么轻哦，就好像我在前面的哟。眼可以拍到小孩在那边游泳，水果也在中拿手机看，给放到倒杯给倒杯给倒四啥三点四，晒到黑黑哟，这边游泳一个人黑到完了，看到。我相信这海边应该是傍晚比较多人哦，没有这么晒。这个时间来到这里，眼睛都不能开啊，太热了。这是他的厕所。哇，它的地图都已经坏了，整个地图坏到完了，没办法了。这里停车不用钱，没有收费。看这里有薯条吃，老弟要吃薯条，还有炸香蕉糕。都是马来小吃，有针对辣炒，有薯条的，干嘛？哇，还有猪猪乌冬，这个猪猪乌冬，还有杯杯面的，爸。这是伯利森最大的海边，
们要走了，去别的地方了。这里好晒。现在我们要去找一家马来餐馆。听说在巴厘岛是比较出名的。这里过去差不多要5个km。多船了，这里文肯可以进去看看吗？OK， 我们去看鱼哟。你要注册名字就可以进来了，不用给钱，免收费。这里是圣美兰的北干岸。刚才那个 guard 跟我讲，星期天、星期六很多人了这里，今天就没有什么人。哦，看海龟。哦，这里有海龟，哇，这么大只的海龟，好可爱的海龟啊。海龟马来话叫奔运奔运。这里星期天、星期六很多人的，所以今天星期一没有什么人。哇，这么近距离看海龟，好可爱的海龟啊！它的头有点像老鹰一样哦。啊，很多人进去里面看了，我要进去了。爽的地方，海鱼来的，海里面的鱼，不要把手放进去啊，会吃掉你的手啊！哎，这个河豚不可以吃的哦，你不会弄的话会吃死人的河豚。这就是我们常常吃的深海鱼，石斑、龙胆都是很种类。哇，这里抓到好美呀、啊！鲨鱼，美的神仙鱼啊，深海的神仙鱼。
慢慢看，慢慢欣赏。哇，里面有这么多鱼啊！海蛇，像蛇这样啊。各式各样的海鱼啊 ，Stingray， 它这个会吃人啊，会死的。河豚，哇，这个脸很臭，看着我。河豚，每一只都不一样啊，它脸。龙虾，这是什么鱼啊？没看过，这是什么鱼？没看过的哦。藏在石头上面，这叫房子，离得近。它的过滤系统不简单啊，海水。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壳了，要维持一个这样水族馆啊，要很多钱啊，不简单啊，这个。如果国家没有资助，根本就做不起来。还有龙虾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像蛇呀，海蛇。里面看完了，现在要看这个就要出去了。啊，看里面有一只海龟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OK， 看完了，我们要去吃午餐了，肚子好饿了。除了我们小午餐了，很饿了。OK， 我们要去吃好料喽。如果有谁来巴厘岛啊，可以来看这个鱼啊。进票不用钱，免收费，看鱼一分钱都不用给。啊，现在我们要去保利森。先走啊！老弟，你看到不？麦当劳。这就是保利森的 town。 掉不了。哎呀，我们来到这里没有开啊，这是马来餐。
著名的马来餐没有开，这个很出名的，所以你看他叫你停这里停那里停车，没有开就没办法了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吃。这真的是乡间小吃，里面是马来干榜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珀利森的城市，它的城市里面就有海边吗？所以叫做珀利森。珀利森 Waterfront City在前面，我们现在要去珀利森 Waterfront City。Waterfront Hotel， 十里半大那边啊 ，Seafood Restaurant， 你看 ，Starbucks， 我们去家里买干先啊，肚子饿了。吃饭，珀利森难找吃哦，找不到店面来吃。遇到这家 ，OK， 就进去里面吃吧。这里的店好古老哦。炒饭很美，上汤老啊。这里的食物麻麻的麻麻的，我们是路过经过看到肚子饿就进来吃了。猜猜看我们吃多少钱啊？我再去给钱。妈咪猜80，水果在算着。老弟讲90啊，水果讲96。好，那我就猜100了。哎呦，被我猜到惨了，因为我猜最高价。116块，所以叫做麻麻的麻麻的。